在各个山口都设置了卡点，特别是做好一些防疫消杀工作。远的一些距离的牧民，他们的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好，为了确保能够顺利转场，我们都是安排专人前去了解实际情况。如需机械转场的车辆，我们都是及时对接，确保牧民顺利转场。